可爱的24岁日本写真女星永井理菜，身高虽然只有154公分，却拥有一罩杯傲人上围，近来人气飙升，算是童颜巨乳界的一颗超新星。而他日前参加节目单元《吉拉探险队》，挑战号称东京最强的麻辣火锅。这里的麻辣锅分为小辣、中辣、大辣、吉辣，还有爆炸辣。永井理菜穿着大辣等级的比基尼亲自上阵，品尝到底有多辣呢？好辣！一开始就卡拉卡拉伊的脚不停，不过他还是顺利挺进到第4集吉拉。这时永井理菜就开始产生巨大的身体变化，辣到全身发抖，不停流汗，汗水还流到热。你是紧急性的吗？被吉拉摧残的理菜妹妹真的好可怜哦，不过大部分的网友却都表示，我媳妇你知道吗？